二三四五灯亮，五度五关奖五万，你来演我来唱，大家都来看，你健康我健康，大家都健康，欢迎收看五灯奖。不晓得现场朋友知不知道，五灯奖呢其实是台湾除了新闻节目之外，台湾歌唱类历史最悠久的节目，播出时间长达了33年，1700多集，非常精彩，网络台湾各地非常厉害的素人齐聚一堂录制节目。而且当时的五灯奖真的就是所有人要进演艺圈的一个踏板， 对， 对不对？因为今年是台视60年，在红白里面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怀旧环节。先给大家报告一下，比如说当年曾经参加过五灯奖而进入演艺圈的，哇，这么多，崔台金、于天、珍妮、LA Boys、 吴宗宪、吴淑敏、曾心梅、郭婷瑜、蔡琴、张惠妹，数都数不完了。但今天我们非常厉害，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五度五关的卫冕者来到现场。这个比赛归比赛，还不一定可以五度五关嘞。对啊，那我们请到谁呢？就都不是刚刚念到那些人。期待一下，不在名单里面的。没错，我们来欢迎蔡小五林俊逸。欢迎小五哥林俊逸，五度五关奖五万的得主。哇，好威风哦，好威风哦！哦，这椅子也太大了吧！哇，这个椅子是为了今年特别定制的。当年呢，要得到五度五关相当不容易，来，全场掌声欢迎他们回娘家！欢迎小五哥！好了好了，这就不玩，这就不玩，这太多玩笑。虎年呢，一定要看到小五哥了。哦，小五哥先跟大家拜个年啊！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，谢谢。来，俊逸也跟大家拜个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俊逸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虎虎生风。好，谢谢。来回忆一下当年在五灯奖啊，五度五关要比很久，对不对，小虎哥？我还好哎，我比较快。大概是多久？我5个多月就过了。5个多月就结束了，已经很久了。唱多久呢？比所谓的一季的比赛还要再多。我是要唱半年了。他唱半年，差不多，很不简单哈。那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吗？在当时的比赛，你有遇过什么对手很强劲的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，没有对手啦。好有自信，好棒哦，太强了啦。过年就让老人家臭屁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那今晚要来看大荧幕，重回当年小虎哥五度五关的现场，请看。哎呦，那叫真的，哇，那谁记得停呀？好奇怪啊，都没有变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这个是昨天录的吧？这个叫没有变。我厉害，我厉害，其实你是最了解该比赛啊。对，五度五关的时候。挑战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。哇，怀念呢。来看看我卫冕者是不是？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，再来五个灯。哎，我觉得还真的没有什么变，没有变啊。小五哥其实真的保持得很好，保养得很帅。没有啦，变很多了，好不好？本场卫冕者宝座。哇哇，我们给永远没有变的小五哥拍一下手吧。真的好感动，30多年来，现在看到长得还是这么的操劳。没有啦。戴着眼镜的小学生林俊逸闯入了演艺圈，来给分数了。旁边那个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旁边那个是吴淑敏。来看成绩，这是吴淑敏哦。第三次看成绩，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灯，四个灯。来看卫冕者灯数，紧张的，真的没有表情。再来一个，没什么变。哎呦呦呦，同灯同灯同灯，挑战者同灯的分数是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分。不要紧张，来看看我们的分数是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再来一分，红灯红灯算一局，对不对？对，恭喜他。还有当年的陈董事长，恭喜林俊逸小朋友，哭了哭了，这时候就有表情了。
哇，我们台视保存影片保存的真好，真的。看起来有什么感触吗，君怡？害羞吗？没有，我觉得，尤其是自己小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五等奖这件事情，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这个经历吧？嗯，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可贵的一段回忆，没错、啊，谢谢你们两个回娘家嘞，哦，感动哎，感动哎。不过哎，焦哥有一个人哈、哦，他也说他有参加过五等奖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他。蔡琴吗？还是不是阿舅潘若迪老潘呐、啊？潘若迪有参加过五等奖？对啊，他说他有，我们尽量还他一个清白啊。那先把他请出来，欢迎潘若迪老师。潘若迪有参加过五等奖、哎，你们有认识吗？哎呦，老潘呐、啊，好久不见呢！哎呦，哎，是，哎，换个位置。哎，大家好，最喜欢看这种尴尬的话题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大过年的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样？团圆呢？一进来就站 C 位，你看。哎，请问您真的参加过五等奖吗？是的。对，真的不知道。那他后来发展很好，他后来变成席琳迪翁，成为国际巨星。他刚刚去赌城住上，何必在五等奖呢？去好莱坞什么林迪翁？啊，那种就行了，五席琳迪翁。三本药师，三本药师，搞不好当年他还没有变成席琳迪翁。有影片吗？有影片。有证据吗？真的还假的？有吗？请看潘老师。潘老师也没变哎。对，没有，唯一变的就是牙齿现在比较白啦。那你应该来我们白队才对啊，对不对？白过了，哇，好 man 哦！哎呦，哦，很厉害呢，老潘哦。这个对手再强都没有用，你看他这个拍子，你看刚刚好。那个律动，哎，两个默契也非常好。来，看成绩了，看成绩。哇，今天我们第一排站出来非常的来，看成绩。输了吧，潘老师。应该就在这一关输掉了啦。太经典了，原来真的有比过，还可以了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老潘，我们相信你了。这么多年到现在，说真的，我有没有变？这么多年过去，您还能跳吗？对啊，当你现在老成这样，你确定你还可以跳？哎，我不但能跳，还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跳。因为老师去年还发了单曲《贱人就是矫情》。贱人就是矫情。你干嘛看我啊？奇怪，健康的人脚一定要特别勤快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对号入座？没有，那你干嘛看我呢？奇怪，你一定是大过年的，别吵架，你就出来跳一段。掌声欢迎潘老师。show time 吗？不要丢脸，不要输给30年前的自己哦。就是矫情。就是矫情，就是矫情，不是表情。就是矫情，就是矫情，就是矫情，不是表情。哦，动作偏简单。的老师，真的一起讲，动太多了。就是矫情，就是矫情，就是见人就是矫情。哇！哎呀哎呦 ，Everybody put your hand。哎呀哎呦，跟我说一起唱。动一动。哎呦，哎呀。吃完年夜饭，动一动。尖叫声。谢谢，哇，还跳得动，有的时候觉得老画面还是比较好看哈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考虑剪掉。不是，剪掉太狠了吧？下面有很多是我的学生。真的，我知道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要真的看一段精彩的表演，重温旧梦。麻烦那个没有五度五官的，跟我们到后台休息。谢谢老师。赵金城，谢谢。一部春秋诗，千年孤城泪，成败难长久，兴亡在转瞬间。总在茶余后，共与后人说，多少心酸话饮过。百战九河山，古来功难全，江山几聚残。岁月尽无情。
山九河山，岸古来共难缺，江山几聚残，荒城重拾何年，文章写不尽，悠悠沧桑事，悲欢岁月尽无